哎，跟磁铁换换，磁铁修这台，我去修，修磁铁台啊！他那台多危险！哎呦，这下就尴尬了。磁铁不绝了。这门不敢开啊！他虽然是金身，但那边没板子，全被磁铁完了。他这边枪就死了。夜市在哪？其实想捞人。我靠！他胆子是真的大。我靠！你这服。
还好我这个人选了个冒险家，我要防止他打我一刀啊！ 真要打，头都大了，那你挂不到人了呀。 按的 Q 没按出来，我就知道他在想我。 形象没藏好，就是这样。没通缉，带的封装，封装一刀，消失。 拍照了，队友哪去了？ 找墙石摸一下，看满球，看挂哪了。 撞倒，撞倒就行。我也没撞倒，我应该这台能点，他拍的太慢了。 只要防一手被偷，表面舞台而已，其实好多电机都已经修的差不多了，没点而已。 但是好像三连，跑个锤子，撤了，他在等金箱结束。
那队友修会儿吧，这太晚了，意义何在呢？ 希望他就好了。先不着急开门，他肯定要挂镜像，等我捞人，还要挂我的。 你们这么就走了啊？没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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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被留在庄园了。 怎么直冲冲的找我来了？看他踩不踩，他踩我就走。不给你开刀。 他妈这个 BGM 好难听啊！不该换的，我他妈这个 BGM 好难听啊！我待会儿要换回来。他刚才没传送啊，他要打我的话，没传送的话，那应该是晋升了。你看这坨铁的，我的个妈！哦，残影。 方面小电机，无所畏惧。
真的难听，我靠！秒救，这个人秒救，撤！打得好，打得妙。溜了溜了。有人在修了，压门去，撤了撤了。别救不下来哦！溜溜球，看杰克，看看看看，哇，那个帽子那么尖，真的引人注目啊，这个帽子。怪不得每次从那个地方那小木屋人都跑了。这个魔术师我打算开远球救，所以鸟交了。为什么一直技能都没开啊？开了。查影杰克，一半的球，他们怎么恢复的这么快啊？愤怒点满了吧？满球的大概一下就抬起头了，他应该把最后一点加在那个愤怒上了。我电机没人补，等会儿会有人补的。
我们查一台啊，先支过来，一起把人矿机修了，没了，宝瓶倒了。 行呐，他过来插个眼手电机了，换一台修，僵尸。 知不知道啊？啊，要好了！开门去。 该平了，调试往这边走。他挂了一瓶，补挂了一瓶。平局，下一局了。 你看，杰克又来了，哇，那个帽子，每次走他走这我都能看见，惊人的穿模，好像又是四合院的魔术师被吃了一刀，这局感觉在哪见过。 现在节奏不好，因为魔术师转到房了，传吗？不传那就金身。他只要换人追，或者是一直怼魔术师，应该是金身。我也不敢撞他，拉个小球吧，长球金身的话就废了。 抖一手，等会开球进去救，他想躲落地刀，落地刀不存在的，走你，躲一手，免得丢误认了，还好我撤。
一脸精神的样子，那还是得装一下。没用没用，这种带金身装魔术师，我头真的大，没办法。挂人魔术师就被偷，偷呀，先是偷呀。我来，现在不敢下去。这都空，卡到位。快点修炼机，还差一台呀。只能跟调音师一起修了，没办法了。哇！准备撤，三二一，走。什么玩意儿？手气怎么这么差呀？哎呦！拍一下就亮了，我的妈！你挂我啊，结局还不是一样的？除非你能打到调音师一刀气流刀。我靠，你还真给他打到了！哦，点啊点啊点啊点！觉得这门不能开，能开，错了。调音师在对面，现在在大房，平局了。哎，又是下局见了，溜了溜了。我看我能不能再看见一个戴了个帽子路过的，你看一看，又来了，又是那个杰克，又戴了个帽子路过。这个地方真的是个神仙地方，每次都能看见屠夫，强啊！
你看这边，我都能看见调香师在那边修电机、大房。嗯，什么意思？ 只要这种队友往我这带就行了，别往队友那带。往前锋这带是有利的。这你都敢翻？插眼杰克，那你怎么挂人呢？ 而且他非要追一个黑妹，撞一下，打一刀，叠一层，好像黑妹要嗝屁了，被揍了，帮忙去。其实这种节奏的话，屠夫基本崩了，除非有重大失误，一般是平都平不了。 那就不能蹲他。他怎么到现在都没个影？ 行啊，你这杰克也太惨了吧！哇，三层。 直接点了，太狠了，太狠了，二级隐身都没有。 下一局了。 这把就不炸了，应该杰克炸了，没必要。黑白。 封窗一刀，没有封窗，带着张狂，去帮忙吧。是封窗啊，他把技能点应该加到狂暴上了。 哇，一个个这么喜欢带金身的吗？
找队友。头都大了，把把晋升，把把晋升。哎哎哎哎！窄了，转点啊，翻进去啊，大哥，你还在那边傻站着，我的天呐，近身的话就把所有球全都砸你头上。然后我被震死了。救不到了，医生救不到了。直接扯，这大房子所有人全在里面玩。三连，看调是收两台。我觉得这个黑白以后军工厂。必定带封窗了，你看这限制都吊着鸟的气出来了，我靠！你开呀，你开呀！我总感觉这个家伙要飞过来，我先撤。你看他飞过来了。然后再去看。开不了，那就撤了，走另外一个门，应该一刀斩死。他又吸了只鸟，哇，那他的大房子吸了两只啊，好狠！现在飞没有用，撤了，溜溜球。